记得一定要做好啊。看看前面都要站住，后脚这里你不是把它出门的时候好像没有关门，现在一定都是大猩猩了，怎么看不到它？哎呀，这些大猩猩非常忙，你看我工作这么多，这个拿来这个又来，哎呀，这个是太恶心了。大象斑马长颈鹿都答对了，这大象很凶的，可是在马国跟匈奴战的时候